来是你。哇，成日唔熄灯，知唔知好嘥电噶？成日熄嚟熄去，开翻灯都唔够光啦。你仲驳嘴？你威啦！我日日翻工交电费，你就连灯都唔熄，你威啦！你晓飞啦！我同你讲，我读得书少，你唔学。好虾我啊！英雄，中国又唔打中国人啦！有咩事？4466同专家插电话。PJE 基本常识，知多啲。阿 Ken 同阿 Bear， 旧时嘅钢管系需要一段时间先至会光晒，所以有啲人就算佢系离开间房系一段好少嘅时间，佢哋都唔会熄灯。时代唔同咗啦，而家嘅照明技术系好先进嘅。好似呢一啲节能灯胆同埋 LED 灯，好快嘅时候就可以会光，所以就算你离开房间系好少嘅时间，都应该熄灯。仲有其他电子产品，好似电视机、DVD 机、电脑同埋啲手机 charger， 就算你唔开嗰阵时候都系用紧电嘅，所以如果你用啲拖板插住晒喺度嚟开关，咁就会更加方便。仲有咩问题啊？哦，知道啦。喂，仲喺厕所啊？悭电啊嘛！